今日去到昨晚凌晨的確診數字是13宗，我們確診編號是4757去到4769，當中有3宗是輸入性個案，4765就是巴林回來的空中的服務人士，他已經是離開了去了美國，4766就是機師，他就是8月27號到港的，4768就是巴基斯坦回香港，在8月17日回香港的人士。另外在這個其他的個案裡面有7宗就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，4宗是一些家庭的相關個案，另外有3宗就是其他的個案，都是一些相關個案，其中一宗就是康治的確診個案，就是一個4758啦，即琴日一個初步陽性嘅個案啦。其中一位個案咧，就係同係一個即同琴日我哋有一位個案係一個4763咧，就係去到急症室，就係情況轉差，然後過身個個案嘅屋企人啦。咁佢哋其實就係有3宗個案係家庭嘅組合嘅。咁那個源頭呢我們都是未知的，那最早即是這3宗個案呢最早發病的呢就是其中一位的家庭成員，那他就是Foodpanda 的外賣員，在將軍澳那邊工作的，那另外有2宗其他沒有源頭的個案，一宗呢就是學生，那一宗呢都是一個地產的經紀，在港景峰那裡做事的。